几十盘的物料在里面，就不需要，比如说一盘料完了之后，它会出来另外一盘，跟 SMT 那个方式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呢，前面三个，后面三个头，这样的。它这种嘴呢，跟它有两种的取料的那个工具，这个是吸嘴跟这个搓手，因为我们考虑到一些奇形怪怪的原件。 因为这种呢，你没有平面给它吸的，是不是？这样呢，只能是用那个左手来把它搓起来，这样来擦。这种呢，它就有一个平面，我们就可以有两种的，我们用这个吸这个平面，还有就是也要用左手也可以，就是说它共用，就是说共用。然后呢。 我们那个正盘呢是一体的，我们一直直接拉走就这个线，什么里面这是没有的，相当于一个 fitter 一样的。这个是从哪里通电呢？通电是靠这两个端子。那里面是有一个接触点的。对。 比如说有些客户，有些车子跟这个一样高，说我们比如说有一种小卡的，或者用手扭的那么高的嘛，一直推在里面，一放在上面就拿着走就可以了，换了一个放上去就 OK 了。我们转线呢，比如说我们打过的程序转线半个小时之内就搞定了，而且这边是它是自动调宽的，全是它的那个软件。 就是你输入宽度自动。跟SMT大同小异的，它都是用那个用镜头，用上面两个镜头来照它的中心点啊定位啊，然后呢，它吸料的一个位置也是用那个镜头去对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说，它一些好像刚才那个电容一样的，那什么电解电容。 它有一种那个叫压力感应的一个插装的，如果你没有那个，你插不了那个，因为它很大力，但是它有点时间停留的一个时间才可以慢慢这样插进去的。比如说你好像 SMD 一打下去一起来，它就插不进去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它如果我插这孔里面没开孔，或者有东西挡住它，一插进去，它就会有一个压力反馈回来。 它就会把这个抛掉，再去拿一个。然后你设置在设置的次数超过几次，它就报警，这样的。那个叫压力感应。还有的刚才那个呢，就是说我们，哎，小哥，拿一个锂电容给我。锂电容。对，一般的电容呢，它。